有声音了吗？原来刚刚自言自语啊，哭啊，自言自语好久啊。没错，真是懂我。那我刚刚该了那么久，我的天啊，我刚刚该超久的哎，不该了，不该了，不该了。刚刚起码讲了八句，晚上好，晚上好。感谢续订。感谢朔月的，这是灰的吧？续订，感谢感谢。有机会看到一满吗？那也是要机会啊，看有没有属于我的机会到来啊。嗯。对吧？啊，我本来昨天在宅，就是我分享一下好了。我昨天的时候啊，其实在宅那个。应该说我不是前天巧克团有出现过一下下，不是一下下，那天有出现。然后晚上之后我的电脑就炸了。就是应该说早上炸了，所以我就拿去给那个电脑行看，然后是 CPU 烧坏了，跟 Power 也坏掉了。你想帮忙抖但没钱，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啦。啊，要正听了，有点懒，不一个一个打招呼喽，是不是？而且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我感觉我一整个月的运动量都已经超过了。明明是要防乖乖在家防疫，结果那边东跑西跑，跑得好累哦。安安。还有什么？这其实这两天在用电脑的过程中，也是大概知道之后如果要换电脑，我大概就是有心里有底，就是说我该换什么就好了，就不会说像这一次这样子。这次这样子真的是意外很多，让我觉得啊，我不去。去跳个河好还是什么？跑去买零件，那个是礼拜五的，上礼拜五的时候，我跑了，我整整有七个小时到外面跑。那个跑真的跑得很累耶，我。然后那个时候电脑是给那个要等啊吧，那天就是刚好网络卡也爆了，所以我直接睡了12个小时。我干嘛立北七哦？我的1000块。很亮耶，然后再来是昨天刚讲了嘛，昨天参加怪兽巧克力团之后，
然后早上电脑炸了，就去检查完，检查完之后就在等 CPU 嘛。结果他帮我换的设备是啊，我昨天就是拿完之后是巧那个杰克 Bobo 同时说，韩信，你这个很微耶、欸。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这个还可能会再爆一次。然后巧克力之后就进来了，然后也跟我讲说他以前就是有炸过一次那个电脑打不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解决方法就是说换一个 power 还是什么的这样子。啊，我之前就是有打算已经就是再升级那些东西嘛，一定要再升级啊，不然推不动我的那个3080。结果他给我只是多加50 power。然后小雨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啊，推得动没错，因为那个什么，老板是说推得动。然后小雨的意思是说，对啊，推得动啊，他只是会再爆而已啊，爆的话你可能就换一张 CPU 而已啊，就看你嘛。然后他讲完这句话就很，我就很怕。会炸哦，那我不要用会动的皮好了，很会动的皮。很久没跟台了，我一个月一个，严格来讲应该算是一个礼拜没开台吧。礼拜二那次能开台，我觉得很奇妙哎、欸。礼拜二那一天开台，竟然没有爆，反而是他撑到了早上才爆，辛苦我这台电脑了。他很伟大，他真的很伟大，电脑我爱你。就 A37 那个啊，怎么了？会爆吗？爆什么？因为很久没跟台了，大家都是啊。我讲啦、啊，最近看了很多哆啦 A 梦电影版，然后下午才跟那个团团他们分享说，我最近看哆啦 A 梦的那个心得，就是藤子 F 不二雄嘛，就是藤子不二雄的徒弟嘛。然后他画的哆啦 A 梦系列啊，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会用那个一个叫做电光雷鸣丸，应该是吧？是雷鸣电光哦，明刀电光丸这个东西。然后有打斗场合，他会都会掏出这个。在那边打、欸，这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我没有啊？这是中秋那时候的东西。电脑我还真以为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电脑的好伟大哦，他都撑住了啊，我呢？哇！欸、我有仪器哦、喔，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哎，真的哎、欸，因为我不知道啊，月饼那时候我没玩啊，是我请代打，好，我讲那么明白，我请代打，为什么会有？我是说那个好像有月饼吧，还是什么的，这个啊，好可爱哦、喔。我要做的，我没有要做啊。哦，这是消耗品吗？欸、不过真的是生日过完之后大水逆，很多人不是生日过完之后
都会说什么生日过后就是换改运还是什么的。我没有，我好惨哦。嗯嗯，直到10月21号啊，不然那个怎么用的？这个怎么会有？然后继续讲那个哆啦 A 梦的东西，就是从头到尾就只会听到小布说妈妈。嗯，上次活动送的，送什么啊？所以它是消耗品啊。啊，我要打哪边看我有没有啊？要有这个称号才能有丢月饼出来吗？还是什么？我鼻子好痒哦。表情，我不是按错了。没有。所以我没有就是没有了，对不对？啊，小。四四是什么？你是说对啊，你没有就是没有了，是这样吗？但那我就是没有啦。感谢下一位，下面一位，一个而已。我刚刚其实在努力用粒子的，嗯，太扯了吧。你真的很有爱欸。太扯了吧。谁在我旁边弹琴啊？我在挂光遇啦。关掉。关掉音效。香的啦，为什么哟？为什么？有场外吗？你开开看啊。对啊，苹果糖超难拿的，就昨天一个白字叫嘎嘎的还是谁？说苹果糖超好拿的啊，拿你个头啊拿！你一个厂，你拿到四个，你是国士无双啊，还是大师级？我不懂，你很好拿，我觉得我很难拿欸。东四就能了，你东四就拿满了吗？怎么拿的？教我。可是三人麻会有个问题是连装啊，连装怎么防啊？很烦啊，很烦。除非就是私下吧，三麻然后，我要那张，我要那张。
拿个七个左右连装就行了，北七哦。我没办法拿很多啊。我以为这个小图也会动诶、欸，好失望哦、喔。苹果超好拿的，妈的！他们闭嘴。好危险哦！啊，开心玩啊，来吧。看我章鱼烧都拿不到，章鱼烧是什么？混一色吗？刚刚在蛮美这边，男生不是结婚几个月前生小孩运气最旺的时候吗？啊、所以嘞，我结婚了吗？哦，我是结婚了吗？摸得好啊，四百块。小鸡安安。好啊，四百。啊！要再丢一张哎，嗯，拜拜。现在有动态的角色哦，昨天呢、啊？昨天更新的，有吧？总共有两只角色会动。他就是搞完会动的桌布斯，然后开始陆续搞会动的角色了。那再有会动的什么粒子棒？他光是之前那个，那小啦，之前那个就是胡牌一牌效果的不是吗？粒子棒会动啊，放在这种不是啊，就是那个有鱼的嘛，啊鱼的就应该会跳动还是什么的、啊。会很卡吧？一直跳动的话，换电脑啊，换手机。搞到最后很像在玩游戏王，有没有？小二。
你这样冲完开始唱秋，不是啊？我以前就常常说，遇到电脑问题，我一律建议换电脑啊。结果搞得说，看不到还有没有的。结果搞到自己是真的要换电脑，这不会是我的名言。贝托。别握了，丢出来吧。这只角色没有给爱心的。没有，就像人家讲的啊，感情事情一律建议分手嘛，电脑问题一律建议从直接买一台新的。有新的桌布了，这是上次活动的啦。这个是上次有个九月活动，那时候你也比较忙，所以没有拍诺音。那时候好像是那时候有一个干爹，他玩就截到之后，然后看到会动，所以请一个干爹帮我打出来的。对吧、啊？这个已经没有。我告诉你，我有讲，我有讲，我有讲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去跟你讲的。不要没爱了啦，诺印，现在有角色会动哎、欸，现在有角色会动哎、欸，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有香香的角色会动、欸，你左手废掉了，辛苦你了。我现在也有点。半废人模式了，这几天一直往外跑，好累哦。老人家呢，真的跑不太动了。你等下会开吗？哦，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的推读版的驱动，我找不太到了，有点小难过，所以我应该有一阵子不能画图了。一阵子不能画图了。你待会工商哦，好啊，几点？几点？几点？你们通通去待机，去挂个台，然后人在我这没关系。九点哦，好也快了耶。对，然后那时候狼儿也跟我讲说，换一台了啦。然后他那时候也跟我讲说，你那台还没爆哦，你真的很爱惜你那一台。后来想想，我的画图的数量也没有他多，所以感觉他爆的是很正常，我爆的是也很正常，我没爆很正常，他爆的也很正常，这样子。换边挂台哦，没事没事，反正我这边只是陪解日嘛。啊，场外有场外要打的可以打。感谢嘎不是不是嘎嘎西明的续订。感谢卡维续订，对。你开待机了吗？我过去挂。后来发现手机没办法挂台，好难过、喔。开了、喔，那我去挂一下。我现在超呛的哦、喔，你现在问我什么问题，不要问太多。我现在，哦，这款哦、喔，赞哦、喔。
干你住手！决斗吧、欸！你真的改名字了、欸，你真的钱很多、欸，为什么画质很差？那个吧，我打个待机。哎呀，太棒了吧！哎呀。太不棒了吧！月卡我都抽了，月卡场外八二九五六，优罗场外八二九五六，打完的可以去那边玩。不过你在这个东四局开一个修场外修罗，应该蛮尴尬的哎。你怎么不在东一局的时候开个那个啊场外啊？现在大概问我一堆问题，我会觉得我会我会回啊啊什么啊有啊欸你昨天课超多欸几抽啊40抽有了欸50抽你很夸张欸你真的很有爱欸电脑修好了喔、哦、不确定啊就是再先试开看看啊也不是说试开啦就一定要开啊你的信用卡遭拒你不要你住手你好好留着好吗答应我好好照顾你的信用卡不要哭不要哭先留着好吗可以吗你左手废掉，没关系，你有右手，右手霍华斯，霍华斯。你那款游戏应该不需要用到左手吧？你骂你。好，你说你说，我在听，有延迟，我听我听，还是你要私讯我？靠呀哦！七万没事啊，再打七万出事了。哎呀！哎呀！卡维很赞，对不对？他赞就是站在他的这件衣服啊。他如果没有这件衣服的话，他就只是普通的卡维了，好吗？而且我跟你讲哦，哎呦，对啦，对的啦。哦、我不该立直的，对不对？啊啊啊！我在。但我不要，我自己摸，我不要你的施舍。看你娘的！
我不要，我不去，我不要，我不要，怎样？我不要。没有四暗客，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啊！怎样？我不要啊！我就是不要啊！还敢不要？我敢啊！你看四颗哎，四颗哎，我敢，我都敢了，你们敢不敢？哎，一人一次哦，一人一次哦，这个是哎，对对对，那个诺英快点，你还有一分钟，你先看，你先看，你先看，这两个在互。在干嘛？哦，你是用信用卡买这个哦？我还以为你是要抖内我嘞。那你花你花没关系。我就不要让我刷到，所以我没有抖。没有啊，他这只角色抽的时候现在在加倍啊，你加油。我想说你是要超级留言我吓到，你花你花你花。你花好啦，那个你开台加油咯，祝你顺利，加油加油，一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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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的时候我再关你音乐，你不是有话要说，什么话要说，你要说什么啊？喜米你不是要用这个爆掉是什么意思？用动图会爆掉是不是？哎、欸，那个冠军优良，那个再点一下哦。如果你有点开始的话，可能要麻烦你再点一下哦。我这边看不到。那个 ，Hello， 那个冠军优良，医生。冠军优良第二声，你那个时候说卡维啊，卡维什么啊？卡维什么？有啊，欸、你换回刚刚哎，那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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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还要，那个我先踢掉哦，那个不是。是真的看不到，所以你还在不在？如果你在听台，如果怎么办？有时候觉得说你们在听台的时候把声音关掉很乖，可是你没有准备啊！我卡位 skin， 我说卡位这个很香啊，可是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还好啊。你们觉得要不要踢掉他？那个，如果你等一下。有出现在聊天室的话，你抢一下，说你是冠军优良，下一场让你进来，好不好 ？Hello， 好诶、欸，你们要帮我作证哦、喔，说我已经等了他三分钟了、喔，我从59分等他到现在哦、喔，嘿咻，好啦，我那边挂台，对。那个我其实也不喜欢踢人、啊、我不喜欢当黑脸，可是当黑脸又逼不得已要当黑脸。我觉得混一色那些都很好做啊，例子真的好难哦。寓意超香的，香啊，哪次不香？啊干，你真的买黑猫手？你不要用啦、啊，你的手那么好。啊干你，原来是金品在这，我以为这个。场外39529，场外39529。有兴趣的可以加哦，栗子最容易呢，啊对啊，容易，但是补不到牌啊。
哪会粒子容易？那个那时候不是说粒子的那个几率其实有50几%吗？已满感恩，不客气。还有谁要开场外的？现在东一局哦，你们可以打一场哦。不要害羞，写任务交流交流的可以讲一下，我可以帮忙报号吗？啊，所以那个冠军优良嘞，有没有出现啊？我觉得随缘吧，随什么缘？你是说那个吗？活动任务吗？我是觉得随缘呢，有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立不到子啊。36565场外36565，你修罗三人也得讲一下嘛。只要不吃不放不杠就好啦。可是有得吃不吃？在上面出现了吗？哪一位？哪一位？哪一位？我看到了。哦，那个我跟你讲一下，你可以拉回放出去看。那个其实不是故意要踢你的，是显示 bug。那我这边跟你讲一下哦，有时候你可能太早按了，太快按的话，有时候会显示 bug， 显示不出来。所以等一下，等一下让你进来。等一下看到你进来之前的人，我通通踢掉，好吧？因为我们之前是这样子玩的啦，就是只要有个人可能抢进来，不然被我踢掉，或是一些发生一些事情，我就说只要这个人出现之前的，我一律都踢掉，好吗？你等一下再抢一次，在你之前的人我通通踢掉，这个是我给你的承诺。好吗？你娘！龙娘！55742，场外55742。对啊，那个你可以的话，你拉回放从几点啊？你看可不可以从九点开始，就是五分钟前。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跟你道歉，我说如果你在的话。出个声，如果什么话跟我就说很抱歉，可能等下要踢你了之类的。对，那聊天室有很多人都其实都可以作证。我踢不下去啊，很难过啊，我要死啦！太吓啦，太吓啦！来呀！哼哼，你，我飞了没？可恶，还没。飞的话，我们就可以下一场喽。奶妈上线了。决斗啊，来呀、啊！决斗啊！我测试一下报线给我新房，什么房？你说96971吗？有没有要去玩啊？96971哦。等等抢房间，那等一下，欸，会不会欸，那个冠军还在吗？你还在的话，讲一下话哦。就不要等一下，我踢了半天，就发现你没有进来，就糗咯。冠军优良有在吗？聊天室讲个话。是踢了不见了。Hello， 你还在吗？给我个信号。Give me a sign。我觉得不见了，怎么办？哦，冠
冠良就是你哦、喔，你就是冠军优良是不是？好。所以路过的冠良是冠军优良吗？我刚刚其实抱歉没有很注意看。我就是，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同一个房间继续抢，所以在你之前的我通通踢掉，乖哦。你是在犹豫要不要唬我是不是？你唬吧，我们下一场吧。我没有。来这张，冰这张，有这张，你爆掉了，所以是用动图你会爆哦。哇，你不配拥有哎、欸，还敢跟我决斗？不玩了，被气到。你是说四杠善聊吗？不要气，不要气，不要气，不要气！你看我刚刚四暗刻都没有了，不要气啦，不要气啦，不要生气。动图很容易爆啊，就是你不配拥有啊，你没资格拥有它。为什么我动图你会爆啊？啊，算了，你明明就没有点开这个啊，还是你一直在点开自己看自己，看得很爽。昨天彩鸟，哦，你是说他的报应回来了是不是？他遭报应了。哇，两个舞都没有了，哭啊！红雨不要那么气啦，是你被九中九。活该！你活该！我没把例子啦，这世界好残忍啦，残忍的啦！哎，这怎么打？缺人吗？你先安慰空宇好不好？他有点 玩到走心了哎、欸。空宇不要这样子啦，你这样子人家已经道歉了，该怎么拉下脸呢？但又不是我的错，不是啊，我叫你去帮忙安慰嘛，我安慰没有用，你可以靠你啊。我知道玩游戏玩到走心的那种感觉啊，我也体验过啊，尤其是打观众场的时候啊，最常走心啊。如果现在是因为太累，累到真的很烦躁。也不能讲什么讲太多。哎、欸，我知道怎么糊啊，就门清直接摸了，是不是？啊，那之前跟我玩那些，我
被我四缸善了的人不就气死了？啊，这两张一定要打掉嘛，对不对？就可以互拍了，sweet啦！嗨，发大财！大财，好久不见，大财，大财。靠腰啊！等一下啦，在看图啦，大菜你来我就死啦！好啦，刚刚说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刚刚。阿亮是不是该踢？你们说，阿亮是不是抢了？来来，你们想玩的，你们做评论。阿亮是不是该踢掉？我刚刚好像看到阿亮偷跑进来，是不是？我没有记错，我没看错。好啊，他跑了。好啦，明果准备喽。你不想玩了？你要删游戏了吗？还敢偷跑啊？阿亮很乖啊。好啦，你们可以下一场场外了。你去陪空宇哦。好，赶快陪他玩啦。空宇乖，没事，空宇没事。补一把大的，补回来。你要插队，来啊！你来啊！给插吗？是可以，因为我等一下想出去看一下我还缺什么。嗯，小啊，有种来三啊，被迫去加班，上班加油。他们要欺负你，你不是很喜欢被欺负啊？不是，那是嘎嘎。不是啊，你不是很喜？你要想哦，他们欺负你就是想找你玩，还是你不喜欢跟他们玩？你要说啊，我可以帮你。帮你反映一下，所以你们以后不要跟西敏玩，他不喜欢这样子吗？
我是不是第一次就全部结束啦、啊？我在想什么？他怎么可能离职啊？哎、欸，对，我刚才叫什么？大概。等一下小玉你邀我，我等一下出去看看看看我插什么东西，然后你再邀我。你听得出来我声音很鏘吧？我是看东西已经开始没办法对焦了。来爽没？我业绩好减欸，你放尊重哦。哇！
我这一场不在干嘛、欸？天哪、啊，我在发呆了，我在发呆了。再给3000。不对，2000，2500。是不是不能执着解任务啊？好烦哦！在执着解任务啊！算了，也就解，也就解，怕你呀、啊！随便打，我打很随便啊，只是刚刚是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打什么牌啊。两组杠我也打过啊，打那么多次，什么东西都看过了，还没看过九连宝灯过。你明天放假要不要求我啊？我不知道哎、欸。好，老G拜拜。你想我怎么求你啊？你要不要求我求你啊？你要不要求我求你啊？他们在拉人入教，你要吗？他们其实教就是那个啊，教会的教啊。这边有菜渣那边的观众吗？就是昨天，应该是前天，对，前天抓鬼的时候，有人是说王贝贝那个声音很好模仿，你只要挤出三层下巴就好了。但是嘞，其实不可能挤出三层下巴可以变出王贝贝的声音，因为你挤出三层下巴，就是你的，其实就是你下巴往下嘛，然后你其实就把你的那个喉咙给卡住了，所以卡住喉咙这个问题会造成你讲话会变成这样子，很难讲，然后反而跟王贝贝那个声音完全不一样。天，再杠。我再回来继续讲，就是你如果顶的话，你讲话只会变得这样，很困难而已啊，好像快死掉而已啊。阿哥，跟王贝贝这个声音完全不一样。怎么了？你们又怎么了？聊天室又怎么了？我开日麻不是要让你们吵架的呢。我只是想说开日麻让你们听听我这一个礼拜在干什么。就只是不懂电脑，然后一直弄，一直弄，弄不掉。舒服嘞 ，Hello。然后那天就是在抓鬼，还在学那个河马。
你们知道辛普森河马吧？他就是那个啊，讲话跟王贝贝也是超级像。我不要，OK。啊，他就是讲话是这个样子。我那时候突然发现说，哎，其实河马的声音好像可以。美姿，然后你有看到霸子吗？这样子，我都觉得很好笑。我那时候也把菜渣逗到笑，我那时候也觉得，哇，他原来会笑哦。你把比较出来是会死掉哦，让我杀一下人嘛。哦，你快死了，对不起。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那个他在聊什么，我们在那时候在唱一个，再靠近一点点，我就漏三点这个东西，这个是从那个辛普森家庭里面先出来的东西。那时候是那个谁，河马先唱的，再靠近一点点，我就漏三点这样子。你们 Google 应该 Google 得到。对吧、啊？然后那时候就他那时候聊天室就有人教说，这声音很好学啊，你只要就是挤出三层下巴，你就会有这个声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然后那时候龟龟就说你会不会学泥鳅？我就说不行啊，泥鳅那个声音声线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人，是不同的人，感觉是啊，我不知道。因为不可能讲话是这样子，很累。我现在比较想要学那个小夫的声音，妈妈。很对位啊，超对位的啊。可是我就只会学王贝贝跟那个河马的那个声，就那个憨厚厚的声音。米老鼠真是我最近没办法，我最近鼻子堵塞的有点严重，就塞住了。是1608修罗场，有人要玩吗？然后有时候就是讲完那种哈，就那个王菲菲那些声音学完之后，再变回原本的声音，就觉得哇，自己声音好好听哦。那就啊，不行不行，不能那么自恋，收起来，这个坏坏的想法。不准坏坏，而不准色色。啊。你怎么吃那么快？谁吃什么吃什么快？啊！我刚刚就学这个声音，学到我都不知道干什么。我现在头真的很晕，我现在真的是超晕的。我是等一下，如果躺在床上是直接三秒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嗨嗨他。干！谁会赢什么？谢谢位牌，觉得你应该是位牌的，可惜。好嘞，我出去看一下任务哦。等一下换另外一个房间，感谢啦！
感谢啦，感谢啦，感谢啦！香蕉又没有，你看就是要门青蛙，难解死了。活动五个，五个，好啦，等一下都要玩栗子了。好，小鱼要吧？你要 DC 吗？有，等一下，我开始喽。好，我先把你的盒给关掉。好，哇，好久不见了，大家。喂，哎、欸，你声音怎么那么小？我很小。你很小，你不开心吗？你不会拉大一点哦、啊？你不开心吗？我没不开心啊。你最近很难过吗？对啊。为什么我那么难过？是不是太想我？你弄个电脑弄一个礼拜弄不好，你试试看，你难不难过？不难过，因为我不是靠电脑为生的。对啊，一样啊。你要来台湾，你卡在飞机上面卡七天，你难不难过？好像很爽，是不是？好，你在床上好了。我现在卡十四天，我不是。对啊，跟你讲说十四天后就好了啊，再延个七天，再延七天，再延七天，你爽不爽？爽嘛！白痴哦，我把我自己砍换出来哇、哦哦，好爽哦！你给我哎，干什么骂你烂垃圾？操他妈的，怎么会换错啊？靠我！哎，很棒哎！我把我的我个很棒哎！哦，我差一张牌听牌哎、欸，白痴哦、喔，我本来是听牌的。啊啊啊啊！我的秘籍呀、啊！啊，打玻璃机没啦！对绝交，气死我了！怎么会换错？太久没玩搜罗了。哎、欸，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啊？因为我没有打，我没有帮我、哦。你没有打，不是我没有打，是你没有打。是你没有打。没有啊，你自己打的。我打什么？你的段位哇，好高哦！你好棒哦！我什么段位？你的三码段位啊，不是你的四码段位啊？怎么了？很高，我觉得你很棒棒。你好棒、啊！我很棒，我知道啊，我一直都很棒啊。为什么这个声音那么大？哪个？游戏声音。好小啊！跳了。我觉得你很小。嗯。嗯。我好久没开电脑了，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特地开电脑的。哦，是啊。真的耶！我没有，我现在鼻孔很痒啊。你学屁哦、喔，那鼻孔超痒。你看我打的牌，哦，我哦干，我怎么打掉那张牌？哦，我的天哦。哦。我刚要打这张的，都你跟我讲说声音小的，先下了卡死了，好，怎样啦？动啊！怎样啦？哦，这牌那么优秀，一定是我拿的。你这给的很好，可是我驾驭不了。我就说我是给错，本来我知道，我知道。你给的很好，是你不懂珍惜，我太难过了。不是我珍惜不了，我驾驭不了他，我很想要珍惜他。哇，我躲枪哎、欸，我自己孤张三万，我没打哎、欸，我躲开了、啊。可以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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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了。我那么机车啊你？嗯，因为我处女座啊。哦，可是我认识的处女座都很可爱耶、欸。我也觉得我不可爱啊啊！可是那群人是说我可爱啊，对不对？不就很不合理吗？看看他们想法啦，我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嘛，对不对？对，没错，没有错。
你阿妈嘞，我打错了。嗯，说不定他们觉得你很可爱、很帅、很随和。对对啊，说不定对嘛？你要讲说不定对嘛？你许的公杀小，说不定对嘛？对吧？来啦！那么晚还栗子，我爽。你好，我要解任务，那你明天给你玩，明天让你玩，你休息啊。你不是叫我求你吗？你先求我啊！你可以求我，求你啊，对不对？求我啊！来，一千块送你，送你，送你，送你呀！啊，给你啦，给你啦，你给你妈啦！我操！你看，就是我给你的那两只，为什么没了？为什么没了？栗子大妖。哇，它好大哦！胸部我知道。那一张，他那只角色真的没得挑哎、欸。辉夜姬还有得挑，是他结婚后那个比例不对。他结婚后比例还是没有变哎、欸，身材没有走样哎、欸。很好啊。对啊，所以下一只如果要……欸、你耶怎么了啦？哇，你真的好烂哦、喔！你真的也很烂。不对，你很棒。你很烂，我很棒啊！你网路断了，你在骂我啊？不是哦，我家网路就很烂，才不想开电脑哦。哦，这是怪我喽？就是怪你，怪你，怪你喽。嗯。叫主人加好友吗？可以啊，可以啊，加他，我已经快爆了。他不会按接收就是了。不是，我已经爆了，因为好友已经爆了。你上次上次不是加了一啪一系列的吗？马上就快爆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加？我知道，我要开始删了。那些超过一个礼拜没上的，我通通删掉。You know, I don't know. I really, really, really. 闭嘴啦 ！Really like you. 闭嘴。啊？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人家叫你唱你不唱，现在又在那边自己来哦。唱什么？这首歌啊。然后嘞？不是很多人之前叫你唱。我有唱啊，唱我都有唱啊。是吗？有啊。你都有唱。我在狼人杀还有唱呢，我的天哪、啊！你的天哪、啊！哦，我的天哪、啊！哎、欸，我今天做指甲好好看哦。那你次月你走都是不要条子啊？我说次月啦，干嘛啦？我想，我在干嘛？你快听，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大东风，是雨滴的声音。是不是可以蹭个好友？可以啊，我当然也是首先先加干爹啊，让那些没印象的杀。我就是觉得很练财，有没有？那、啊、你只加干爹？你对啊，你都只加干爹，干妈没人权。对啊，干妈点？白痴，对不起，太直接了。是不是戳到你了吧？是岭上开花，滚呐、啊！我做梦一下嘛，一下给你做啦，带一下，带一下，干嘛啦？中秋节过了，不要再吃月饼了啦！哦，你听什么？好紧张，我觉得我会，你猜啊？我要听五六万。好丑，听好丑，好丑，打听好丑哦， oh. 打这个，拜拜。哦、oh, ，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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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干嘛？干嘛啦？为什么我的六万嘞？白痴哦、喔！
全世界都听六万。我躲枪哎、欸，我好强哦！干我的七万，在我的锤鸟身上有三张，我的七万。我没打，我忍住了。卡又换给你吗？我很难过哎、欸，我的牌都很好哎、欸。哦，你真的干我屁事哦？你有没有考虑过我要不要？我哭了！我的天哪、啊！你给我的牌好好哦、喔！哦，我的天哪、啊！白哥，你这个贱人，气死我了！哦，我的天哪、啊！走开！不是，不能逆子，不可以！我的天哪、啊！不要！就是你了！走开了！哦哟，干嘛都是我啦？就是你了！嗯，我觉得这张机会比较高呢。对不起，我错了。可是我想要立直的。不要。我想要任务。我想要任务。可以吗？你卖个萌，我考虑。可以吗？滚啦！好恶，哎、欸，等一下，我被碰了。可以，你被碰了，你告他，他碰你耶。不要碰我，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就是你了。干嘛啦？我不管了，我要结了婚。哎、欸，我自摸。不要。我自摸。对不起，不要。我自己摸，阿长安安。开啦。干我哥！你怎么了？我可以自摸的。那你为什么不自摸？因为我打出去了。哦，你真的太聪明。哎、欸，等一下，这张牌，哦哟，你跟我说谢谢，我就打给你。哪张牌？咋？不是啊。不是他，完了完了完了，完蛋了！你这个内鬼！发财不能打。你这内鬼！可以打，为什么不能打？你打打看。哦，算了，你不能。我怎么打？哇哈！我跑了，我死了，我不行了，对不起各位。哎呦，可以偷看你的台，看你听什么吗？你看啊。哎、欸。我没有，哎、欸，不是、欸，你在阴我对不对？没有啊，因为他最后才摸进来的啊。嗯，你的牌很好哎、欸，我换给你的都不错哎、欸。天哪，我怎么那么会换呢、啊？真的哎、欸。哦，我还不是要解任务，不然我就不利了。嗯，迫不及待你摸到发财哦。我觉得他手上两张啦。我觉得他单起发财，不可能单起的，可以的，不可能啦。哎、欸，哇，你好大哦！哦，谢谢谢谢谢谢。我报警哦。你自己讲的哎、欸，是谁骚扰谁？你骚扰我。哇塞，你中。没中啦，我是庄家、哦对不起。本来是八千，我都知道了，你会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只知道我很大。不排除提告。你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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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告。你没告我就告你。不是你，你真讲是怎样？还你。你很烦，你要还给你。这样跟没换有什么两样的哦？你很还呢、欸？我是黄心啊。为什么卡住了？我在想要不要你不要吵、哦，你不要吵，你不要吵。我以为我网络不好没。你断了。我以为没。我以为我的温柔。我不要唱。嗯。哦，我也想要我的牌很大。
没有，他是说他打出来的牌都很大。哦、他刚不是上上一场不是全都条子？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把很混，没办法啦。不要啦，哦，这是南风哎、欸，干你屁事啊！人家混一色，干你屁事啊！混个屁呀、啊！他什么都打哎、欸，人家解任务啊，对他有时候也是常常说，对你我没意义。干嘛啦？干嘛？干嘛啦？不、哦，你请吗？哇，你看，哇，你的， oh、你的，你的，你的。不要了，不要，我不要。你的，你的，你的，平和，平和，他平和，他平和。哎、欸，哎呦，完了！你知道为什么他南风了吧？可是、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吧？我很勇吧？我也勇，我也勇，我超勇的。你好勇敢哦！你好棒哦！哎、欸，拼了！我不管了。不要啦！我们冷点，我们有话好说。不要哦哦，有人飞了！好，李宝，他是离弃呀，两番呢、啊？哦，你是不是不会？我不会啊。好、啊，我们再一场。可以啊。我不管。耶、yeah, ！我只剩苹果糖了。你踢，你自己踢，会不会很难过？你自己踢，因为就只有两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听我们斗嘴很爽吧，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你们爽吗？好啦，再一场，不然他等下要改，他不帮我解任务。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帮你解任务。哦，对呢，我觉得也是啦。对啊，你要先哭啊，你又没哭，为什么又是你做我对家、啊？怎么哭？我想一下哦，这样吗？不要了，我要换一些很奇怪的牌给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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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了。瞧你。哎、欸，不是你的。碎、欸、哦。不来。没有害到我，爽啦，爽的啦，打错了啦。哎、欸。哎、欸。我可以打出绿一色哎、欸。喂。嗯。我刚刚消失了。第一把国士，第二把绿一色，第三把魂老头全扑空。你也太梦想了吧！那个电风扇就是次月。场外66099，你的房名也太棒了吧！我们这房间很棒啊，什么什么82277的。你才87啊，你真的很难沟通哎、欸，对不对？我没有这样说、啊。你是不是想这样说？你是不是想这样说？你不要糊弄我哦！67099，也差很多。他成功了，吸引了你的注意。有哎、欸，有哎、欸，感谢你的注意。注意，感谢你的注意。都很接近，难受没关系，玩游戏开心就好。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开心就好。我真的玩得很开心哎、欸，小牌。因为有我在你旁边，你當然開心、啊、我超小的牌，你只会该。我你要不要叫小鱼该该叫啊？闭嘴！小鱼在该该叫，也很棒啊，很可爱、欸。可爱本来就很可爱，不需要那个名字。不，自然衬托你更可爱。你给我闭嘴！你就是这两群低能中的一朵花，低能。你真的很会讲话哎，对不对？真的、啊。他们现在只是一些绿叶要衬托你出来。真的耶，我才不要。你真的把我当白痴？没有啊，没有什么。你说没有什么，我没有把你当白痴啊。
哇，我打了三张一饼，我真的把自己当白痴，现在被毒了，我真的很兴奋。都这样啊。嗯。天哪！我的，哎，干哈？我好像把自己的自然课给打出去了。哈哈，对，不要疑惑。有9977哦，一，我还有很多个一条，还有一些一万，对啊，什么？我打错了，白痴哦，我在发呆啊！要不要吃吉娃娃？这副牌有鬼啊！我还能听牌，这副牌真的有鬼，太可怕了。我来了，来给我，来，来，我就是逆时针欸，哎呦，来，我跟你说，哈，我看懂你怎么换的，王八蛋。不是，我不要，我只换我不要的，我换他推荐的，你又看得懂了。看得懂了，你就是没有脑袋思考。啊，他就照推荐我就丢了啊！你怎样？你现在怎样？你这样很棒，我很欣赏你，真的。没该，没有该，没该，喜欢，该该叫你这样子。哎，你有男朋友了？然后嘞？我不要。你有问过你男朋友的感受吗？他还睡觉。不要，嘘。不要说出来，不行。哎呦！哎呦！天哪，我真他妈优秀！你可以帮我剪精华吗？怎样？帮我剪精华。怎样啊？帮我啊！好啊！你他妈的真棒！不是要这个吗？你要什么精华？滚呐！我妈的！该不会你是？是啦。是不是的是？是。你是单吗？不是，我是，我知道你是啊，对啊，一二三四的事还是士兵的事？哈，帮我解精华，拜托啦，拜托嘛！啊，四才24000哦、喔欸，对耶、欸啊，哦，那是单期才是呢哦，对呀、啊，嗯，还好我走了。为什么你要抛下我？为什么你要这么过分想杀人？哎、欸，我过最水、欸，我没有胡那个南风哎、欸。你胡了不就三暗客？对啊。我是三暗客南风混一色。哦。我牌很大，我超强。所以我要跑啊。你要啦，留下来陪我。好了，然后在前面帮你装水，在等你了。好杯。想说你再不用了、啊，不是宝牌一个南风了，你还不碰？我是不是很强？我觉得你很心脏很大。没关系，这是游戏嘛，大家看开心就好。我就说我要精华没？四暗客只有四暗客吧？还有国士的士啊？是啊。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士啊？我说是士兵的士还是一二三四的士啊？安琪是36000嘛，对不对？
但其实两倍哦，48000哦，好吧，好吧，那36000的是什么？不是庄家跟，就是、哦，对啊，哦，我。来，我们看看。我很优秀，真的。哇，好亮哦！谢谢。哇，你好饿哦，还好留你下来。134嘛，好。耶、yeah ，你自己记。我就说我已经看懂你怎么换牌了有有。那你看得懂这个吗？这样好吗？我的房间在哪里啊？找不到我的房间了。哎、欸，哇，你我怎样？我就是照推荐的，你不要该。我现在找不到我那个房间。哎、欸，我剪片 我打那个的房间在哪里啊？我帮你找。啊。你付我钱。一靠腰，我自己找。付钱。付什么钱呢、啊？我找到了啦！你要我帮你剪片，还要我付你钱？哇！我可以剪你这部钱吗？这样吗？这部影片我给你钱。对，然后你帮我剪完之后，这部影你还归我的。哦，片段给你啊，那你自己剪。不要。你自己剪。不是919房啦，是我会记一个那个片段时间、欸。我好棒哦！是不是我给你的？你真的很棒哎、欸！是不是？你跟我一样棒。博士的士，不是，是吧？这样子人家梦想全断了，怎么办？而且你要想，如果我刚不提早走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担那个啊，斯丹克啊，对不对？不知道。对。好了，对了，对了，你最好了，你最棒了。你为什么不用我辛苦帮你打的昵称？哪个昵称？瞧不起他。什么昵称？我吗？对啊。哪个昵称？就是你可以选择那个昵称啊。哪个？什么什么一的那个上一个活动打的那个。哦，一骑当间哦。对啊。我根本没有换啊。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哦，你哦，哦，谢谢你。没有，我什么都没动，好不好？我上线就只有换那个桌布而已啊，你都没有注意哦。不是啊，我都只用西米这个在打了，我还不用灰夜机打。你自己射哦，不要那么凶啦、啊。我没有啊，我没有自己射。哦，你混老头、哦。没有啦。我老头全部打出去了啦，混在外面啦。不是啊，你还有酒饼啊。哭出来。想法。看。哎、欸。等一下。他盘很漂亮。要留局。留留留留。留。干嘛呼了再留是不是？我不，为什么我的自己色？我是叫你，我是你。好啦，你不是我。还好你不是我，不然你不会有斯丹克。真的耶！啊，你稍早没进来，那时候就是我已经斯丹克听牌了，结果还按到力，然后我的下一家是星，就他竟然用三暗克，不是自己射还是斯丹克？我说哼，他喂我牌，我不要三暗克，我不要。我自摸哎、欸！你好恶心哦！每次都被跑走，天哪，气死我了！真的气死我了！哇，你就说我去前面帮你装杯水嘛！哇哇，他哭了，醉醉，500，我你是我的花朵，而且李宝的红不是万紫哎，对。有没有的？不要不要不要聊天！我们现在是因为没房间，我才塞在这里。
不然我们会离开的。来，你猜我要送什么给你？哈，不要，拜托。哈，不要，好，就这个了。我对你好一点。我你是朋友对不对？我们是朋友对不对？是啊。你说谢谢。好好哦，可是我好像很不需要。你真的很废。不是，我是真的不需要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需要我，我需要，但我不需要这个。你可以给我钱，前提是我要有钱。对啊，这是前提啊。你们可以进来听，但是不能打讲话啊，因为声音太大，我会爆炸，我就把你踢掉。啊。前提，繁星大大可以教我玩麦块吗？欸，繁星大大可以教我玩麦块？是你问还是观众问？我问。你还要我教哦？我不会啊。你不会？你靠农夫，你靠农夫致富的，你不会？好像他好像不是变了很多吗？又变了很多？不会啊，他更新的就只是。1.17更新矿物而已啊，它就只是那个地底世界变更宽而已啊，钻石更难找啊。水晶、紫金洞，紫金洞就很运气啊。有时候你去海附近晃一圈，也可以看得到紫金洞啊。就紫金洞的生成区域几乎就是没有限制啊，你在高山也可以遇得到啊。然后，但是通常就是你在河岸晃一圈有机会遇到。它就是一颗球包在那边，你要玩改天来玩啊。所以就是运气。对啊。好呗，所以不能教。可以教啊。你要不要听而已啊。哦，我又不是那个什么东西，我当然会听啊。你是不是哪个东西？不好说。你是不是很不想要万子啊？怎么了？万子对啊，繁星大大，你更新电脑后，哎，老巨亨是可以开伺服器吗？我不敢欸。为什么？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敢？人家要飞了啦！啊，不是我的错啊，谁尾刀他是他的错啊？不是我，我拆了一对，对不起，对。那刚好，如果他打别的话，会比较不痛啊。而且他中加欸，怎么可以不痛？我的腕子怎么了？对啊，你混一色了欸。为什么？喂，我是中你宝牌啊。为什么你那么？你分数那么高，为什么他们两个被我们打残呢？不是啊，通常都是我先跑，然后你自摸糊的喝他们两个啊。刚有两个脚本都是这样子啊，你不觉得吗？可是我的腕子打出去了啊。我知道啊，但他们好像也不想要腕子啊，你们是 互相咬牌啊。不是啊，我想拿回来，是这样回来。你现在好啊，你现在开始不要打腕子了。不行啊，你的牌好诡异哦。1、2、3、4、5、6、7、8、9，哎，你一气贯通打出来了欸。我不想听。你有没有机会9连宝灯啊？来继续。没有啦。有机会两个9了欸。没有啦，因为我一个10000，然后 Super Game 一个10000，我一个90000。欸，你知道他叫 Super Game 欸，你好强哦。玩的 Sugar Game 吗？糖游戏。哦，啊，哇！我忘记要讲什么，我忘记了。你好恶心哦！我什么办法？哦，我好想哭哦。嗯哼，嗯哼。
咚。好了啦，我不要跟你玩了。嗯、好啦，辛苦你了。把机会让给观众。好好好，明天明天帮我练。好，明天帮我练靠腰、哦。嘿嘿，我有解任务哎、欸、哎、欸，我有章鱼小丸子，我有五颗哎、欸。苹果糖应该还差。你看我的，我们的房号是82277啊。哦，你好棒哦。好听啊。都知道我最棒了。Oh my god。好了，大家欢迎进去虐杀他。没事，也差不多了，快两小时。是哦。对啊。如果他明天没有帮我剪出精华的话，我就其他五个小时。我等一下就啊，白痴，我怎么剪？我剪片软体还没载啊。哭出来！你为了我载。我在努力了呢。好吧。你要为了我更努力啊。啊、不是这个问题，是他让不让我宰啊？我能不能剪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我知道，赶快关台去弄了。你们要怪他、喔，你们要怪他、喔，他不让我继续玩的、喔。就怪我啊，没关系，怪他，怪他，我就是那个坏人。对，知道那个坏女巫，坏巫婆。没有。闭嘴，嗯。你就是那个坏巫婆。我不是坏巫婆。坏什么？我只是一个坏女人。你是一个坏女人，不坏，女人不坏，男人不爱。你还有打错牌，你又害我打错牌了，你知道吗？咦，打错牌又干我什么事？你这个坏女人。你不会打麻将啊？是你。牌机问题，右上角，你要确定发起投票吗？超没品。他们说，超没品。我打错了，可以重来。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打错了，可以换牌吗？你要露出胸部了，说不好意思。露啦，那么大颗。很优秀，怎样？你呀、啊，你优秀啊！我怎样啊？你会发起投票？学到的啊？我不会，东离最会。你还会发脾气啊？还会臭脸？我现在比较少了、啊，我现在比较常打说我是废物了。我是废，我电脑都不会，我什么都不会，我是废。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啊。电脑你比我更会啊，没有哎、欸，起码我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那个什么显示卡不是跟 USB 一样插进就好了。他每次都说插一插拔一拔就好啦，那插半天都断掉怎么办？还是没那么容易断。我说阿鲁，万一断掉，你要赔吗？那还是不要好了。他们这样子讲，哎，真的假的？他们在唬你，就唬我啊！而且每个都在那边，每个在那边说补电脑不难啊，不难啊。就那个问我显卡的东西，就说那所以你 power 是多少啊？而且你这个电脑有显卡吗？不，内建显示卡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内建显示卡。不是，你可以不用显卡，它有内建内显，但那个东西通常不能拿来玩游戏，你会卡到爆。我、哦、完了，我听不懂。哇，这个至少我还懂哎。不要说，这样大家都觉得我是智障。不要说，这段会剪进去。闭嘴啦！1小时48分钟。哇！你要剪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叫人闭嘴，越来越霸道了。我跟我老板也这样说，老板说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在忙，等一下。他说你在忙什么？我说我就对他说你闭。那么凶啊？没差、啊。哇，阿亮赚了3000块，哇，好帅哦！我直接分享画面给你看就好了。不用啊，我现在看你直播，我可以跟观众聊天啊。11412缺1，你看是不是？你不在，不然我想把这两张给你哦。不
要，不要还给我。哦、你的好，请对别人，不要对我，我不值得。我以为，你换了他朋友回来耶。嗯，好。可是我跟你换的牌真的很像。嗯，啊，我就说他，我现在都是照那个推荐的啊，都没有在理了。真的哦。我现在头很晕，我真的超晕的。好、啊，为我，我陪你聊天，你会开心一点。开心归开心，晕归晕啊。你懂啊？对我晕车了。不是，你要想，你对你晕船晕车，人家跟你聊天也是可以聊的。你是不是不舒服？没有，不一样的事好吗？你好饿，你的声音很真实，这是不相干的好吗？没有任何。哎、欸，你的牌很好哎、欸，你就要做吗？做啊！你好饿，你好色哦！我没说做什么。会不会觉得我们的对话很没有营养？是要有多营养呢？听得会长高哦，有点我听得胸部会变大、哦，有点 B 群之类的，有点 B 群的北京，有钙片之类的。那我觉得太多不需要哎、欸。哇，嗯。的钙太多吗？可是你不是说要吃钙片还是什么的？真不错。你今天差点吐，为什么？哦，你家的狗尿尿尿在你的床上，哎呦！哎呦！哎呦！该煮来这么棒啊！这个你要吗？不要，好。你现在就快吐了，为什么？打牌打到吐哦、喔，把麻将吃回去啊！你要不要这张啊？你喜欢动物吗？嗯，我调不到音哎，好烦哦、喔！哎，我要打到他的牌，哪一种？一般的狗猫马丁鼠鼠老鼠，为什么他摸那么多张还没字母？我一直在，我在拆牌了。嗯，打到隔壁去了，要打去练武士打怎么办？要拆。我知道，反正你也没听牌啊，乱打一张呗。好呗，打他有的。嗯，他的三张在我这哎。那我什么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就怪你没有进牌，不能放一张给他。对啊。你最坏了，你坏透了。嗯，不可以坏坏。你坏坏。妈的，端妖酒。每天一定要看繁星影片才能睡着，会不会很怪？不会啊，我每天要看他脸，我才会睡不着。你是有每天看哦、喔？妈，你在那边还有偷存我照片？啊、你自己有剪到呀？还想赖？我没有啊，你多久没有健身了？你自己想想看。我其实都有啊，只是没去健身房啊。那不算啊。我家墙壁又没有镜子让我拍。对啊，我就是要看、啊、你要看的是镜子中的我，而不是我自己的我。对啊，那你在该什么？我要看啊，所以我就该一下，我就看啊，说不定该该就有得看。该该，对不对？你是说那两个该该吗？该该出来，那两个该该应该去对，或是离开了吧？没有啦，他们刚才在，来打牌吧。啊、没空打牌，没空卖差。要查他们不会那么凶，会啊，他们不会对我这么凶哎、欸，你没有看过而已啊，他们只对你凶，他们觉得你是朋友。理解，那两个盖盖还没出现呢、欸，
他可能想说啊，终于知道我们的重要了吧？然后等下两个闪亮登场，摆 pose。哪一种双等于？你你啊！哇，集合嘞！集合吗？我等下例子给他，等下例子出来给你看。没那么多四条啦。然后扣着四条例子。你很无聊。哇啊！四条他手上当眼也说不定啊，对不对？没有，四条已经。当眼啊，有一张在对面了。对啊，我说他当眼啊。我怎么打啦？不知道，我现在真的好晕哦、喔。听到你声音，我好晕哦、喔。不要晕船，不要哇好不好！不要对我晕船，哇，没关系啊。跟你说的一样，对啊，我们可以拼，我们可以啊，我们拼字摸啊，我去尿尿。哎、欸，我也想要帮我，你想尿尿，帮你尿是不是？没错。你要怎么帮你尿、嗯？你先尿，我垫后，你先帮我探路。我想说，里面有鬼，你比基灵球。我不敢，我是输了。那个其实真的还好哎、欸，这样虽然这样讲、啊，就这样讲，就等于是说主电脑很简单那种感觉啊。或是说这个东西不辣。对啊，妈的，家会不会很吵？我妹跟男朋友回来的。那你就四项点，不要去打扰人家。他们一回来就大声喧哗、欸，是谁打扰谁？你就跟他讲说我在开台。我没有在开台，你要跟他讲啊。有个东西叫善意的谎言，懂吗？鬼灭那个善意，他要说谎。你是说什么什么呼吸的那个吗？什么呼吸？每个都呼吸，还是说什么什么呼吸？在跟他笑。我不知道，我没看呢、啊。有金色的皮卡丘啊，黄色皮卡丘啊。那个不是雷丘吗？就雷之呼吸啊！你雷丘都讲得出来，你雷雷，我是没看，我真的没看，我只知道泥豆子是一只。哎、欸，怎么了？我字幕很奇怪吗？奇怪啊！不是很正常吗？怎么会奇怪？我觉得奇怪不行吗？嗯，可以啦。嗯，我陪你看完，我陪你打完这一场，我就要离开你了。好、啊，我要离开你了。真的不要想我。嗯，有事我会烧给你。哇哇，不要烧给我，拜托。嗯，现在 email 很方便。email 错，所以 email 传那个名字给你嘛，好不吉利哦，天哪、啊！我怎么会讲这种话？要，就看那个嘛、啊，小孩不笨不是吗？我没看，对不起，那太老了。光阴妈 .com， 你没有？我觉得那段很好笑。你看聊天室有谁有看小孩不笨？嗯，有啊，你们谁有看小过？看小过？看过小孩不笨？小龙女、杨过跟小龙女吧？小过？怎么可能有看？对，有没有好看？那就是要你几岁？真的假的？哎、欸，有啦，真的啊！哎、欸，他很红哎、欸。他其实就是当时，我讲一下他的当时那个拍摄的背景，就是，当时就是说学生不读书嘛，然后就是开始那个提倡那个一技之长，就是你出社会只要你有专长就好了。所以当时是那个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背景在拍的，所以才开始从事就是专科一大堆，就是没有读大学的去读专科那样子，至少一技之长出来不会饿死。我的一技之长是当个花瓶，这样可以吗？那不是一技之长哎、欸，那是什么？那是怎么说嘞？
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花瓶？不然呢？我是花痴吗？你可以摸吗？不行啊，你只能插、欸。可以啊，看你敢不敢而已、啊。你只能被花插哎、欸。不要这样，现在才十点半。所以老君叫老花。你冷静点。我怎么了？冷静一点，好好听我说。好，我听你说。这种对话我们要在比较晚的时间才能。可是晚一点就说你离开我了、啊，哎、欸，他松本鱼了。不是啊，这个角度看不是啊。我要把直播画面90度翻转喽。好，你转。就现在就转。我们哪天来开一个深夜台，才能好好说说。等一下哦。哈，集合。安安，你刚来，我们就差不多结束。我靠，欸、你很优秀哎、欸。我没在好小啊，你怎么会觉得我在好小啦？没有，我说你很优秀啊。对啊，我只是说我没在好小啊。你看，你跟顾着跟我聊天，你看你的分数。我有知道啊，可是那是在搬转之前的分数啊。转过来，转过去，米奇，喵喵呜。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哎、欸。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台，休息喽，休息喽，结束喽，结束喽。大家晚安，晚安。要睡的快去睡，要吐的快去吐。那个随身行李记得带好啊。没错，随身机。然后下飞机之后要显示那个检测报告才能离开机场哦。好了好了，大家再见。大家拜拜喽，拜拜。感谢感谢，看一下活动任务，若缺哦，满了满了满了，碎啦！可这次能换什么？就一样换那几样东西，对不对？哎、欸，其实苹果糖还好啊，没什么好换的、啊。那干嘛苹果糖、啊？哦，要换巧克力、香蕉那些哦。哦，章鱼小丸子不足。好的，懂了。勇气宝玉，好，好啦，感谢各位啦。看还有谁开台，把你们带过去。哎、欸，诺音还在开，那就去诺音台吧。感谢啦，虽然可以打个招呼再关掉。这样啦，谢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拜拜。